好，来今日就刷登来台湾来看 HBL 高中篮球联赛男子组的冠军战，伫台北的小巨蛋来拼输赢。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专工拢去看比赛。这个比赛的结果，泰山高中逆转胜，以81-78打败南山高中，摕到有史以来第一座的冠军。中华民国的总统蔡英文。一万外学生入场来看比赛，看到蔡总统也有来，现场的气氛是真热烈。这个泰山高中最后一节，靠着严密的防守，演一出逆转胜，以81-78倒赢三分，摕下着成立球队以来第一座的冠军。啊，这个女子组的部分，淡水双江以76-51大赢英仁高中2-0，由总统来颁发着冠军杯。啊，这届的高中篮球联赛嘛，圆满来结束。